刚好，我今天要来教如何做，就这个球汗线，然后可以给狗玩，就自己制作啦，可以省钱就对了。就你需要准备钱，然后汗球，反正就是球啦，汗线啦，然后还要准备一把剪刀。好，来开始喽，剪刀，然后把球撕破两个洞。啊，是不是两个洞了？这里跟这里，哎呦，有看到吗？两个洞，嗯，好。然后线的话，你就这边先用着好了，这样一点就好，不要剪断，一点就好，不要剪断。然后我看一下洞在哪边，这样然后穿进去。其实这可以用大一点没关系的，不用大一点好了。好。这样子，蛮用大大的。好，然后把线放进去，这样子，然后拔出来，然后这边打个结。就大概是这样，再打一个好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完成啦。好了，然后你就可以，这样拿着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跟那狗跟在你后面，然后那跟着玩。好，先这样，下次见了，拜拜。